林志玲在贺岁电影《西游记女儿国》演出河神一角，原本最近将密集宣传，孰料志玲姐姐却病倒了。林志玲一月初和 baby 参加综艺节目《王者晋级》后，就再也没见到她现身。虽然粉丝专页也有更新，但都是贴早前拍摄的工作照，行踪神秘。原定她本月4日将和女儿国演员人马到北京出席首映，6日参加香港首映，接着又马不停蹄跑宣传。昨儿却传出她身体抱恙，暂时停工。还有媒体联系起林志玲之前和言承旭复合的新闻，称其可能有喜要安胎。香港媒体致电投资女儿国的星号营业，对方表示收到林志玲经纪人通知，称林志玲因为重感冒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，医生建议她暂时停工，目前在家休养，所以无法一连串宣传行程。星号负责人陈小姐说，接到林志玲经理人电话，说志玲身体好不舒服，所以一两个月工作全部都要取消，并表示志玲方面没有特别透露病情。更多精彩请下载中国 NTV。